大家好，欢迎一起来跳故宫国宝动动操。这是一套故宫以八件经典文物为基础，设计给65岁长者，培养你的肌力和平衡，保持健康活力的运动操。在开始运动之前，请您先注意有没有下列的状况：心脏、胸痛、失去意识而跌倒过、关节炎或者是骨骼相关的问题。如果有，请先询问您的医师，再来选择我们的运动哦。故宫国宝动动操整套大约4分钟，在活动之前，您可以先热身5到10分钟。在运动之中，您可以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改变动作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。不论你想要站着还是坐着，都可以哦。那如果要坐着做的，请先挑选一个可以固定的椅子，确保安全哦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吧。到底是哪八件经典文物那么厉害，可以变成故宫国宝动动操？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踏步。来，第一个动作，佛陀双手打开，一手向上，一手向下，很好，换边。无畏意向前推，一压扭扭屁股，轻轻跳，回心，手抬高，玉辟邪，玉龙配，换边哦。猫公顶，很好，婴儿枕，翠玉白菜往上升，换边，回到第一个动作，佛陀，最后帮我双手收在你的胸前。刚才的动作您看清楚了吗？接下来我会一一示范每个动作。好，佛陀有两个动作，首先需要跟我一起踏步，很好。来，双手打开，一手向上，一手向下，尽量靠近你的耳朵哦。来，抬高一点，很好。再来一次，很好，往上，无畏应向前推，另外一只手要摸肩膀，加快速度，一拍一个，很好，回来放慢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重新来一次咯，一起踏步，双手打开，一手向上，一手向下，换边，再一次换边，很好，手举高哦。最后一下，无畏应向前推，加快速度，一拍一个，很好，跟上哦，回来放慢。预压的动作有两个，第一个是扭屁股，跟我一起轻轻跳起来，一、二，很好。如果跳不起来，可以垫脚尖哦。那坐着的人呢，跟我一起摆动身体，跟垫脚尖就好咯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叫做轻跳，好，要手跟脚一起做运动哦。坐着的人跟着我一起踏步，非常好。现在让我们一起两个动作哦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轻跳，来，再来一次哦，轻轻跳起来，很好，这就是我们预压的动作。魁星分成手跟脚两个部分，手呢，一个手要举高，一个手平举在胸前，很好，换边看一下哦。
对，再做两次，最后一下，很好。这个时候配合我们的大腿抬起来，抬高。如果可以，你可以跟我一起轻轻跳起来。如果你觉得站不稳，你可以轻轻抬高你的脚就好咯。现在呢，我们一起来做一次哦。五六七，来，抬高你的手跟脚哦。这个是我们最累的动作，撑住，保持微笑，很好。还有哦，最后两下咯，很好。这就是我们魁星点抖的动作。预辟邪的动作要衔接魁星点抖，所以当你的手脚抬高之后，要直接向前拿出你的狮爪，再来一次，很好，拿出你的狮爪，并且脚向前点，这个在考验你的动作协调，注意不要同手同脚哦。现在我们一起来跳一次吧，五六七八，一二，很好，对，就是这样哦，狮爪跟前点，最后两次，很好，这就是我们预辟邪的动作。玉龙配的动作，首先双手要借给我，再来呢，你的脚轻轻向后跨，脚尖点地，转身向后，眼睛看手，很好哦，再回来收脚，换边后跨轻点，看你的手哦，再慢慢回来。好，现在配合我的拍子一起来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回来，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这个就是我们玉龙配的动作。毛公鼎的动作，你要想象成你自己是一个鼎，双手跟脚同时一起打开，手肘呈九十度，屁股向后坐，身体打直，记得你的膝盖要在脚的正上方，不要内八哦。哦，回来，很好，手举直，我们站回来，换边再一次，很好，身体打直，屁股后坐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次哦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这就是我们毛公鼎的动作。婴儿枕的动作就像婴儿趴睡在枕头上，现在脚往外跨一步，一脚弯一脚直，趴睡的动作，双手交叠，很好，我们收脚回来再做一次哦，向外跨，趴睡在枕头上，非常好，回来，现在配合节拍一起来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这个就是我们婴儿枕的动作哦。吹白菜的动作现在已经进入了缓和跟伸展的时候咯，现在双手帮我向后拉，跨步向前，向上伸直，并且吸气，脚也要伸直哦，很好，收回来，再一次，跨步向上伸展，吸气，吐气回来，很好哦，现在跟着节奏一起来做一次哦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再来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最后一次向上，收回来，很好，这就是我们翠玉白菜的动作哦。最后我们回到佛头的动作，双脚踩稳，双手打开，一手向上，一手向下，很好，换边，
并且呢，双手要收到我们的胸前哦，然后像婴儿枕一样趴睡。好，现在让我们配合节奏一起来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换边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收到前面。哇，学会了全部的动作，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呢？现在让我们配合音乐从头来一次吧。好，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跳故宫国宝动动操。第一个动作会是你的右手跟左脚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五六七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很好哦，就跟着节奏一起踏步。那保持微笑，我要看到你的牙齿哦。好，第一个动作佛陀来，双手打开，右手向上，很好，换边，二三四，手要帮我举高哦，换边，很好，换边，无畏硬要向前推，很好，另外一边摸肩膀，我们加快速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回来放慢，很好，加快速度，一二三四，很好，预压来，扭扭屁股，五六七八，很好，回来扭屁股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轻跳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很好，回到魁星哦，手抬高，脚抬高，这是我们最累的动作，大家加油，很好，保持微笑撑住哦。来，准备预备鞋，来，狮爪跟脚前点，很好，很开心，很轻快。玉龙配，来，往后跨步，慢慢回来，换边。猫公顶，来，蹲一下，回来换边哦，要出力气深蹲，很好，婴儿枕。侧弓箭步跟一个枕头，换边，回来预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很好，轻跳哦，再一次扭扭屁股，五六七八，对，很好，魁星，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呼吸加快，加油，保持微笑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准备预备鞋，一二三四，很好，对哦，狮爪玉龙配，来，后跨双手，回来换边，毛公顶蹲一下，拿出力气，对，非常好，换边，很好，婴儿枕，侧弓箭步，对，很好，换边，回到预备鞋跟狮爪，一二三四，对，保持微笑，玉龙配向后，换边，很好，毛弓顶蹲，一二，很好，换边，很好，婴儿枕。侧弓箭步，跟一个枕头换边，来到我们的翠玉白菜，来跨步吸气，吐气回来，很好，换边，二三四回来，很好，伸展向上，再来，回到第一个动作，我们的佛陀，右手，很好，换边。很好，保持微笑，换边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帮我双手收到你的胸前 ，Ending Pose。